军的野手，也就三个超过30岁，蔡建伟31，曾豪居32，徐志伟34。我这个球在右外野方向，这个球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。张志豪挥出了一支阳春全垒打，从萧雨琦的手中啊，哇，左投手被左打挥出了一个阳春炮。哇，几个投手回不来，然后中心打者现在受伤，下半季要大概打了10几场才回来，你欢乐呀？没欢乐了，没欢乐，因为烦恼于事无补啊。嗯，他有什么的新的策略？嗯，目前没有，没有的。其实是这个样子的，像我们现在都新人嘛，我也跟他们讲啊，说啊比赛哈压力很大，我说压力对你们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啊，你不必去想压力。